是吗？是吧？它是迪士尼的动画，叫《狮子王》的歌主题曲。我刚开始开这首歌的时候，有人说你要搞死我，为什么要这样说？你以为我很多迪士尼和弦啊？你以为我要唱那个？Thank you.
谢大家。下一场是瑞秋，谢谢。下课休息十分钟。那非常感谢大家上半场的聆听，我们下半场，十分钟后有瑞秋的演出。那欢迎大家再点一杯饮料，或者是想上个厕所了，不要忘记厕所的方位哈。好，我们待会见。